他们的在右边，要先去把去它挖掉挖。一些。对，冲！繁星，你要冲吗？我在用了。他们左边是绿宝石啊，右边才是加分的，而且还要挖好几个，因为你挖一两个其实没什么太大用处。上去想要捡绿宝石都被打在。小雨，小雨，熊爸爸，好好僵持哦。嗯，小心哦，小雨在旁边射哦。知道。一整个僵持住。盖的那个平面路也其实还不错。哎呦，二零零，哎呦，二零零，捡绿宝石就别走，哎，不要走，为什么不要走？留下绿宝石，摔下来还是痛痛的。没，那绿宝石我刚刚都有拿，他应该获得不多。OK OK， 可以盖那种一般的路，因为一般的那个路，石英桥也可以走下面多。嗯，去多买点剑石，剑石快用完了。好。剑士，剑士，剑剑剑剑剑剑士，剑士，剑士，剑士。那吉汪汪，你们有要做什么事吗？我正在付一点东西，好，我要出门了。我在附魔那边弄东西。还是汪汪，你也想要免洗一下？免洗可以啊，你的装备可以放一放。他们来了，在中间了。我拿几个牛排。还是因为你牛排很多，不行，牛排有24个。没有，我这边有很多，我有很多了。哦，我没有牛排，给我一点吧。他们比较占据中间喽。哎、欸，你的魔枪有两个对不对？我刚刚丢了一个了，啊、下一把，下一还一把，可以丢他们往回家的路，这样他们就没办法回家。好，那我丢了，可以吗？冲啊！等一下，等一下，我这边跟团团还蛮靠前的。哦，要同级强化，射啦！可以哦，可以哦，可以扔到他们回家的地方就更好了。啊，小雨回去了啊！我扔了，中间下面。哎呀，可惜。推理，推理，推理，汪！不要中间死，汪！不要中间，不要中间！呜呼，呜呼！哎，跑回来了。还有谁在中间？现在没有人了，他们退回去了。嗯，差一点绿吧。开桥。好。分数是几分啊？分数是6000。哦，好。是为什么他们分数？什么感觉？他们分数比较快啊。我觉得比较快、欸。是他们有什么可以加分的吗？哎、欸，你挤到我啊！白痴，那个水下，水下哦，水下中央的那个岛，对对对对，中央岛水下有，忘记了。有什么？等等等，我先回来。有加分，有加分。他们有放是对吧？对，他们已经拿放了很久了。哦，难怪。通通的啊。通，我没有搞，我去买个搞。刚刚站中间这么久都没有想到他搞那个箱子里有那个我们的小那个有、啊。对对对，我也想到，我想到了。只是想到下水会凋零，没想到下水。对，因为他那个下水凋零，但是更下面还有。嗯，我剑士用光了。发现了没有？这在玩，这没空看那个、啊、聊天室。嗯，实在是太刺激。我去挖，我去挖，我去挖。好好好 ，Go Go Go！ 开始准备拉分了。上次小雨在中间，小雨在中间。有有有，我挖掉一个了。他们其实就多一个而已，你等一下可以放，我去放。好，那潜下去哦、欸。等一下，他们现在守在桥那边，我不好放。我在中间，我在中间。好好好，我去哪边吸引注意力？下去左边右边。嗯，对对对。哦，看到。他其实也可以从另一边，就是旁边下去。他有四个方向可以下去。对，放到了，放到了。好，等你有了之后再放另一个。啊，说好的第二附魔岛呢？有了，有啊，有啊，有啊，有吧？我先看一下。下去，下去，下去。守护者，痛，痛。哎、欸，他们魔枪，魔枪，魔枪，糟了！我在底下，我在底下，我糟了。
躲躲跟下面，躲跟下面，躲跟下面嘞！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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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活下来。他们来了，他们来了，他们来了，冲过来了！他们来了，他们来了！我活下来，活下来，没事没事没事，漂亮漂亮！他们下去抢点了，他们下去抢点。好，这时候没下去下去了，下去下去了。上面要上面要打起来，上面要打起来。我帮忙。上面得打。上面开打开打开打，开舵开舵舵起来，舵起来。哦痛！哎，哇哦！哦，弓箭好痛，好痛，痛了了的弓。躲下，躲下，躲下，躲下。痛痛，好痛！我退回来，我退回来喽，先退回来喽。好好好，没事，没事，等下再打回来就好了。啊！哇，我盾都快爆了，再买一个盾。那个，那几汪汪你们，我看到主要做什么？我在附魔。有没有？有没有稿子？要附到底下、啊，有一二阶就很 OK 了。还有没有稿子？还有没有稿子？这个地方，这个下面都会有稿。要站中间了、嗯。我们需要更多人手啊！肖又从中间上来喽。好，来，我先下去挖，我先下去挖。好。哦，直接游下去不太容易被对方发现。嗯。哎，我挖掉一个，好，你可以去放，你可以去放。哎、欸、哎、欸，他的弓怎么那么痛啊？哎、欸，我们射两下就防弹。哎、欸，他们上面是不是有人？我这边先退，先退，先退。我两个都挖，我两个都挖了。他们又来放了、啊，他们进去放了，他们进去放了。啊，那个娜迦，你要付多久啊？你刚刚有死掉吗？前线不够了呢，前线的左边的力量岛有抗性二，比较厉害。小雨，小雨下去，小雨下去。哎，好，哎，站在桥上。中间打起来，中间打起来了，不行，刚血没补好。没事，没事，没事，没卡住了。我卡。没有，繁星在盖岛。好了，好了，好了，他们。要出不来了，要出来什么意思？要出不来了，出不来，都快出不来了。主要是可以要挖他们那个加分的，要可以了。好了吗？好了吗？好了吗？有挖掉，挖掉，挖掉。有牛排啊！快点，快点，快点走，快点走，走不走？我被挡住，我不能游泳做姿态。我都溺水了。哎呦，好了，上来了。我刚刚被推了，不能变游泳啊！哦，他们从来也射箭了。汪汪大姐，你们有搞吗？没有，没有买。可以去买一下，前面有那个行商岛可以买，因为下面要潜下去去挖，这个动作其实如果你们也可以来就很好了，因为它只是一个苦力工，然后又一定得做。哎、欸，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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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来了吗？出来！出来出来出来！没事没事。好好，他们魔将可以吗？可以吗？丢啊！那几，我给你这个稿。哎，水下中间水下里面有红色核心，你可以挖掉吗？现在吗？哎、欸，加分加分，我再放哦。Yes、好，我来。那你放哪里？那几可以吗？我陪你去。对，游下去，游下去。是加分在哪里？加分在哪里？同一个地方。哦，累死。小雨是不是也在里面？你小心哦。喂，小雨上来，小雨上来了，我来放了，挖掉了，好一个，还有一个对不对？对，然后跑另外一边，等一下补血再过去。我还不够放，我还不够放，好没关系，两个都挖掉了，可是我要死了，退回来，退回来，那个两个都挖掉了，等一下可以撤退成功。哎、欸，我们左边他们在扑倒哦，左边好，我两个都挖掉了，两个都挖掉了，那个对，云月等一下可以放。好，我现在先家里的和那个加分先放。我不用功不代表我不会用功啊。嗯，欺负我。哎哎，好痛好痛。那我觉得他的弓不应该有强力，因为都已经没有帽子了。嗯，就变成这样的弓箭在。打到头会爆头吗？各种弓箭在。那个，因为中间可以放吗？
还不行，我的核心还没恢复。小雨在手右，小雨在手右，我们中间可以往前一点。哎，哇！爆弹，爆弹，爆弹！回去，回去！哎呀，2020，哇，好猛哦！大爆炸，大爆炸！没关系，我挖了他们五个了，五个加分，六个。好 ，good。我们要吸引注意力，吸引注意力。可以可以可以。有没有下去放核心之类的？有有有，我刚刚、补了一颗了。哎，那团团好像有力量哦，力量二哦。小雨来了，小雨来了。哎呦，我后退，我后退。我一直拉打，让你前面可以弄，他们都在注意我们。哇，反应挂了，没关系。我下去放核心喽。好，我们这样啊，三二，那个那吉你也在中间帮忙啊，汪汪跟繁星你们就一直左路或右路去乱。我在后面射箭矢乱。对，啊，记得出门都要带稿。哦，好，懂了。下面核心都站好了。好。嗯。哎，再给你拿一下那个力量。好，突然突然。汪汪汪汪，那个。左边或右边免洗去冲，左边右边是不是？他们有人跳下去了吗？ 对，去挖绿宝啊，或者是挖家里都可以。他们有人跳下去哦，有人跳下去哦。我下去，我下去。就是小雨，就是小雨。有吗？那个啊？我在狂打他，我在打他，我在打他。下面中间在激战哦。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在水里面打吗？对。团团就不要走了，你就不要走了。你自己想象，他们小雨走了，小雨走了。好，先挖核心，挖先挖核心。我要爆了，我要没氧气也要没血。啊！好痛！爆！好痛！好痛！走了，我走了。核心又抢回来了。行，好漂亮。有，我在他们塞了两颗核心了。OK。哦，记得出门可以踩一下力量岛，抗心二很棒。哦，那个你们中间牵制一下哦，我去买个金苹果。好，我觉得现在金苹果很重要了。绿宝很多啦，所以你们看要不要随意用吗？冲过去，如果不是小雨的话，也可以爆弹或之类的，我不知道。好，只是有买的话就一定要用完，前不然就给他们了。二零在旁边，二零在旁边，那吉，二零后面，后面，你后面。我后面没有人，你这里没有人，你跟我说没有人，你跟我说没有人，息怒，我的王息怒，好死，那个力量岛的没了，然后他们在里面，然后用我们慢慢再打回来，他们在左边右路，左路右路真的哦，要赶快再来拼哦，我再去买个核心。那吉，你有下去看过吗？下面水下，我们力量岛那个被挖掉了，有刚不是补回来了？下面好的，下面水里面是好的。好，我再放力量岛掉了，我再放。这一个最重要，这个是有抗心二。原来这个中间可以从边游出来啊！对，它很多可以。就想要抽空上去，上面的商人都还没看到他卖什么。哦呦！我在爆弹哦！是我，没问题，没问题。哦，好好好，所以上面的商人卖什么？死灭岛。哦，神奇宝贝球。吸附岛。那是什么？闪电暴风岛。杰克没有炸死，杰克没有炸死，来右边，来右边，他们抢来右边。他们都去抢右哦。三叉戟要过去了，三叉戟要过去了。哇啊、哦！可惜，把他们加分的挖掉不是比较有挖掉啊？啊，他们又补了啊，所以才去右边啊、懂意思吗？右边再挖掉，可以，通通挖光光。要冲到他们家还是要买的那个？我痛！回归时才敢冲太远、啊。挖掉了一个。再挖一个、欸，让我挖一个。跑过来了，跑过来了，小雨跑过来了，他退回去了。哦，他砍我两下，还好没。弓箭手，你有弓箭手？
哎、欸，你有权限是谁？权限是谁？权限是谁？那几块去挖？权限是谁？我回来。